说到最适合夏天的一个活动，玩水绝对是第一名，所以来到卡达我们也不可以错过他们的水上游乐园啦。在瓦奇夫市集这边呢，真的是有很多很适合打卡的地标还有博物馆啦。那这边就是艺术中心，而且呢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有在这里进驻的，小心消化不良哦，你要不要站起来吃饭？我们现在来采购番茄，难道就是那个很贵的串珠番茄吗？check in 了没？星期天晚上9点就在未来娱乐台。